DIY Live 2016年度盛典，年度最强王者公会，画社931。恭喜画社！此处的掌声要猛烈一些，真的很强。又看到了一位熟悉的身影。不愧是最强王者，你看这个服装，对，都是王者范儿。有没有觉得很熟悉？唱歌的是你，领奖的又是你。对，林总。好，在这里我们掌声给婷总，谢谢婷总，请多坐啊，请多坐。婷总的高跟鞋。连搬这么几轮墙也真是不容易，好吧？王者，你的时间。很荣幸能替工会来领这个奖，真的是感慨万千。我是931，真的是成长过来的一个见证者。从最开始的最佳新进工会，在蓝总所有管理的带领下，获得了今年的最强王者。今年画社用最优秀的成绩向所有人证明了自己的实力，不放弃任何一个努力的主播。在这里我代表画社工会向 YY 所有领导、董事长李学林、泉州 CEO 以及我们不断创新努力的 YY 娱乐团队致以我最高的敬意。在新的一年里，我们画社上下会团结一心，在 YY 这个大舞台上取得更多辉煌灿烂的成绩，同时画社的大门永远为有梦想而努力的主播敞开。谢谢大家。谢谢，谢谢小庄，掌声再感谢画社931成为今年的最强王者，谢谢为整个平台做出来的贡献，谢谢你们。是，谢谢。